第二天，早上好啊，小玉。啊，早上好，小丸子。什么嘛，那不都得我一个人干吗？真是的。永泽同学，你在值日吗？啊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，另一个同学呢？是美环同学。美环同学呢？还没来呢。啊，他迟到了，好稀奇呀。啊，每次都踩着点到的小英都来了，美环他到底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才没有每次都踩点到呢。刻板印象真可怕。哦，早上好。美环同学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怎么了？有点事，很痛。哎，肚子痛吗？你是不是早饭吃多了呀？那可不行啊，吃饭得适量啊。不是啦，痛的是在这里，我的心啊，心痛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去拍黑板擦吧。看起来好痛，好可怜。我的这份心情要怎么办呢？好可怕。美环同学，好像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。今天是面加咖喱，还有煎火腿，都是我喜欢的。我也是。小山，什么事啊？你能帮忙把我的吃掉吗？可以啊。美环同学，肚子会饿的。没关系的，我的心太痛了，没有食欲。美环同学，你不用在意的啦。什么？美环同学没有那么胖啦，所以不用减肥也没关系的。你真没有礼貌，我才没有说我要减肥呢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需要减肥了吗？不是啊，这种事就算想也不会说。小丸子啊，哼。奇怪呀。快点。美环同学没什么精神呢。美环同学，我的天哪，好没精神的。是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现在不想回家。你要去相亲？我昨天晚上听到我妈妈在电话里说的。美环同学好像以前也说过是婚约什么的吧？哦，是啊，是不是叫阿健？还给我们看过照片呢。还有过这件事啊？那个早就结束了呀。结束了？和阿健的婚约已经取消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取消婚约或是结下婚约，那只是美环同学自己的误会而已。所以我想尽情地和欢乐同学朝着美好的未来勇往直前。上天啊，你能不能放过爱的女主角花子呢？命运的恶作剧又再次袭向了女主角花子啊。花子简直就像搞笑艺人或者摔跤手的名字。小丸子，妈妈她怎么可以一直瞒着我做那些事情呢？真是太过分了。那你相亲是什么时候？你们说这个星期天我可不可以就那样逃走啊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等等。
等见过美环同学之后，说不定对方就会拒绝了呢。哇，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哎！对方见到我怎么可能会拒绝我呢？对方一定是很喜欢我才对嘛！到底这份自信从哪儿来的？要是对方喜欢我的话，我深深相信花子的心是我的。不可能，花子他真正喜欢的人是我才对。决斗吧！你们两个当主手，千万不要为了我战斗啊！求你们了！会因为我和华伦同学和那个人决斗的，还怎么办呢？不会有这种事的。那个美环同学，美环同学的梦想是成为花伦同学的新娘，对吧？哎，是啊。那就只能明白的告诉那个人，自己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明白的告诉那个人，隐瞒自己有喜欢的人而去相亲，对对方也不是很公平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明白就好。谢谢你们，殷同学、C 波同学，我会和对方说清楚的。对了，What？ 拜托了，花伦同学，星期天你跟我一起去见相亲的人吧。为什么是我？要是知道我们两个人是恋人的话，对方一定会放弃的。跟美环同学，我们俩可不是恋人呢。哎呀，反正以后也会变成恋人的嘛。哎，没关系的。美环同学，花伦同学好像很困扰啊。花伦同学在发求救信号呢。真的呢？快点哟。他在说快点呢。我也听清楚了。没办法了呀。美环同学他很为难啊。花子。花伦同学，你刚刚是不是在小声喊花子啊？他刚才不是在叫花子。哎呀，好开心啊。我懂得花伦同学的心意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随便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的。救我 ！Help me！ I love you。到底是怎样把 Help me 听成 I love you 的呢？人的耳朵动不动就会把话听成自己想听的。于是到了星期天，花伦同学说他今天来不了了吗？说是突然发烧了，刚才是秀大叔打电话过来的。是吗？他是不想来了吧？本来我还在想让你们也一起过来为我当证人呢。不过算了，我一个人去可以好好的跟对方说我跟花伦同学的事情的。你好。你好，阿姨你好。哎呀，欢迎啊，我正等着你呢。今天相亲请多关照。相亲？对方在哪儿呢？不在这里呢。那个对方是？就是这个孩子乔治。来，阿玛丽丽斯，过来。那个相亲就是阿玛丽丽斯和这边的乔治，要是能顺利就好了呢。原来是喂狗相亲呢。美环同学还真是武断呀。美环同学，太好了！原来不是我的相亲啊！对了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花伦同学，这样的话，他的伤一定会马上就退的。花伦同学，美环同学，烧退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少爷。对不起，秀大叔，真是太麻烦你了。你也要多多保重，那么今天请休息吧。那就再见了，秀大叔。不过花伦同学现在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让他再次发烧的事情。有藏想当画家。你好。欢迎，
今天要买些什么？我想想，是什么来着？爷爷，你真是的，宣传单，宣传单。啊，对了，想起来了，洗碗刷和肥皂。好嘞，洗碗刷和肥皂。新娘子，你这是要嫁人了吧？哎，那个画的是新娘子吧？不是，和孙女一起画着玩的。这是英老先生画的吗？哎，请给我看一下。很有韵味啊。见笑了。越看越有意思呢。这真是令人过目不忘的画啊。英老先生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。其实呢，我的店里要办一次大优惠活动，能不能拜托您帮我画张海报啊？客人一定会很喜欢。这我怎么行啊？拜托了。不行。帮帮忙嘛。饶了我吧。这个一定会引人注目。你觉得这张画真的行吗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真有意思。快看，这打折呢。欢迎光临，很便宜的哦。买点什么回去呢？进去看看吧。好的。厉害啊，效果很好呢，是不是爷爷？欢迎光临。这幅画还挺有趣的。是这位画的。画得真好啊。哪里，见笑了。今天买些什么呢？给我两块肥皂。好的，谢谢惠顾。爷爷，大家都说好了呢。啊，被夸奖了。那个人是前面那家荞麦面店的上一代老板。哦，那儿的。据说对画很了解，还收藏了不少名家的画作呢。居然被那样的人夸奖，好厉害。英老先生，说不定您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呢。不，几天以后。我肚子饿了，爷爷。是啊。哦，那家荞麦面店。欢迎光临。真的装饰着好多画呀。画的吗？真差劲。那张画的作者是我父亲年轻时的朋友，是77岁生日时收到的。是有名的画家吗？想要买这位老师的作品的话，我想大概要花上几百万吧。居然要几百万？就这个？这个连我都会画。这位小姑娘真有意思。我觉得我爷爷的画比这些画可强多了。万慈，这儿的爷爷曾经夸我爷爷的画画得很好呢。您见过我父亲吗？是啊。您是画家老师吗？不，画了张海报哦。哎呀，你很活跃啊。不是的，我父亲他可是很少夸奖人的，应该是很喜欢您的画吧。真的吗？怎么样，下次可以再看看您画的画吗？我也会跟我父亲说的。小丸子，茶泡好了，去叫爷爷来。好。爷爷。哦。干什么？丸子，不倒我？没想到那么难画。为什么要画这个？丸子，你听我说，爷爷想当画家呢。画家？爷爷要当画家吗？从以前开始，我就很有绘画天赋。丸子，我活了那么多年，都过得浑浑噩噩的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才能，
挑战永远都不会太晚。丸子，你也来支持我吧。而且丸子现在就靠一点点养老金过日子，要是成了画家，就能给丸子好多零花钱呐。哎，真的吗？这张画啊，看起来就像涂鸦一样哦。真是的，所以说你们凡人不懂啊，这张画只有行家才看得懂。那家店的上代老板我也听说过，鉴赏力非常高，据说只要他认可的画家，最后啊基本上都会出名的。您这么一说，对这幅画的印象是很深呢。嗯，真的是看不腻呢。真会自圆其说呀。不倒翁，我刚才还在画呢。画呀，这幅不倒翁还没完成呢。不过这边新娘子来送给你，一直以来承蒙中野先生您的照顾，特别送上以示感谢。送这种东西我要怎么办呢？您要知道，这幅画几年之后也许能卖到几百万呢。35元呢。小朋友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你要吗？不过我只剩下30元了呀。哎呀，真可惜。阿姨，我拿这个抵5元可以吗？什么东西？只是5元，这幅画值500万呢。啊！几天以后，零食店的大妈笑着跟我说：“小丸子，你说这个值500万呢。”不过最后大妈还是不肯接受啊，害我连零食都没有买成。那个人真是没有眼光。小丸子，这幅画的确很有意思，不过是不能拿来抵钱的。可是荞麦面店的老板说值好几百万呢。这幅画吗？不是这幅画，不过那幅画比爷爷画的差劲多了。你好。荞麦面店的。我说荞麦面店的老爷爷，这幅画你会出多少钱买？丸子，爷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去荞麦面店。哎，我终于完成了，我想拿它去给荞麦面店的老爷子看看。爷爷，你等一下。还是算了吧。是吗？等一下，丸子。爷爷啊，我刚才已经见过荞麦面店的爷爷了。你见过老爷子？然后爷爷他说了。说什么？爷爷的话。我的话怎么了，丸子？说呀。爷爷的话，就业余的人来说是不错的，不过比专业画家差远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比起专业画家的话，我更喜欢爷爷画的画，我会一直支持爷爷的。丸子，爷爷上次送我的画，我一直都好好收着呢。你看。又过了几天，有人在吗？来，还来。您好，打扰了。请进。这个是？因为这幅画很重要，所以我买了画框。对不起，就这种便宜的东西。不过我买了的那个店里最贵的，对不起。
这幅新娘子的画明显输给了画框，你们看是不是？这下有藏可比中野先生难为情多了。好难为情，好难为情。无限的魅力来诱惑年轻的男孩子。哎，花尾同学怎么也在叹气？难道你也是在为恋爱烦恼吗？到处都好热情啊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被告白和晚尾同学的低潮期，敬请期待哟。